的对。他不够。都都。大家可以很清楚了，制度跟控制了是相当要紧的事。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根据这些制度，还有一些控制，也就是管控。才能够真正做到我们所推行的事务蛮顺利，又符合公平正义。那么这个制度啦，我们所说的这个制度啦，就是要依照这些法令跟各种的命令都必须要符合，然后把它定下来推行。今天我们要拿这个例子给大家可以看清楚，这个就是给大家增加印象。其他的部分呢，可以download我的 PowerPoint 回去慢慢看，或是有问题我们再联系，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同心那边去 download。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麻烦我们的那个同那个工作同仁把它打出去了在有些报道，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633事件，633事件，也就是我们在流亡政府住在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堪萨斯州的处长叫做633是633，刚好跟我们马英九他说633，这个都是蛮奇妙的他们在做的都是可能是很有关联性的默契关联性哈。那么他这里面所涉及的是什么？外劳劳工契约诈欺罪。他外劳就是劳工契约的诈欺罪他在要返回台湾之前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的逮捕。那么这个在
可能啊，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流亡政府的高官，因为一个处长就是等于啊，一个在整个啊外交体制里面啊，是一个高官。那么这些高官啊，我们在美国除了啊那个一般所说的啦，那么代啊就是代表处之外啦，还有办事处，一共有13个处所。为什么啊？我们去了解为什么啊？那个我们流亡政府啦，他在只是外交部一个单位就有13个据点，13的办公室设在全美国。那么还有经济部，还有新闻处啊，还有啊那个啊侨委会，甚至于有什么叫做啊文化中心等等啊教育部等等单位都有设啊办事处在啊美国。为什么？我们去想这个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初步的想法，就是早期流亡政府的第二代全部都到美国，要安排他的工作，那顺理成章那边成立一个办事处，就到那边工作，等于在啊把第二代送到美国去，而在那边念书完了以后，我们张孝炎是一个典范的例子啊，现在改为蒋孝严，都是在第二代送到国外啊培养以后留在那边，他们的思想啊，他们所说的民主的教育，回来在啊我们台湾还在反民主，我们这个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了解这些以后啦，我们再来要了解的告诉各位啊，他来聘请办这个，从菲律宾来聘请一位啊菲律宾人到美国工作的契约上的啊所签的薪资呢是1240块。1240块，每天的工作40个小时，那么到了以后，那么刘珊珊啊要求每周要工作6天，每天啊工作16个小时，心想给他$400，还有扣押他的护照，这些在啊我们所说的法治国家是违背人权，也违背了什么？大家可以很清楚哈，违背了啊我们台湾的最低工资的法令，都违背啊，也啊就是啊我们台湾有一个规定啦啊，我们的啊台湾的劳基法每个月的那个膳食费用啊不得超过他的薪水啊的30%，那么外交部啦，那么所扣的这些钱啊，那么是超过了啊60%，因为当时候他只给他付400块，
事实上这个也是违背了我们台湾那么的法律呢所定的最低薪资。那么我们再来看呢，因为这些可以是了解到它是有美国，就是等于你跟人家签的，你按照契约来签，没有违背契约就等于诈欺啊，那就是按照这些情况大家都可以看见了，他在原来我们等于是出庭的时候啦，所戴的手铐、脚镣，还有犯人的衣服，这些很明显的是严重犯到美国的法令，还有侵犯到人权。那么我们在外交部上的一些作为，他认为是一个外交官，他可以有豁免权。那么实际上大家来上课以后啦，或是你们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在2009年的4月7号，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判决，那么台湾的人民是没有国籍的，大家应当都很清楚第二个，台湾的政府是世界上没有人家承认的你是一个政府第三，我们台湾人民还60几年来还受到这个政治的冤狱，都很明显都很明显。我们流亡政府的外交部还说我们用赫免权赶快认罪协商赔了钱就马上回来了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流亡政府到目前为止都把台湾人的这些真实的历史的观念跟实际的我们台湾的地位都把它扭曲。如果没有看到我们的网站的，没有听到联合论述的人一定说美国怎么这么不讲理，我们的外交官到那边被扣，一定会感觉这样。那实质上啊，大家来上课了都蛮清楚的，美国认为你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在哪里国家的组成里面一定要有什么领土领土就不是你的，你说我们台湾的所有权人就是有地契的，因为现在是文明社会，不是说我抢占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必须要说你这个地方的台湾的地契在哪里。台湾的地契在那一张照片住的里面的人有没有，那一张
皇日本天皇了，地契啊就在日本天皇里面。那你是啊，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结束以后，麦克阿瑟啊将军派你来接收了，不是要你来占领了。好了，一接收以后啊，啊，回不去了，因为那个中国已经被啊中国共产党占据，那只好他还说七年反共，他的用意跟美国讲说七年给我了，我目标七年，我还要再回去的啊。大家思考看看是不是这样，如果像我这个年龄的都告诉我说七年啊，哎，大家来还要来召集说后备干部班来授信，未来我们收服啊中国的时候啊，派出去每个乡镇去当县长啊，我想大家都有啊了解这种啊过程啊，这个等于是一个历史的。所以我们从这方面就啊那么告诉我们，零和论是使我们台湾的啊本土台湾的人民跟啊我们台湾给我们点亮了一束光，大家依照这个论述去做，绝对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么有的人也会问说啊，其他的那个台独大佬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当时候也跟大家一样，都爱护我们的母亲台湾，我们也正在啊去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发现总是说一个口号啊，我们要团结，我们要出有钱出钱啊，有力出力啊，我们要啊把台湾啊带到啊自啊那么自主独立，到喊到后来说，哎，台湾现在就是独立的国家。谈到后来就台湾就是独立的国家啊，我们现在只要怎么样来公投就可以了，公投通过就可以了。那事实上大家来参与以后会发现可行吗啊，大家根本美国认为你们是中华民国，是我们请你来这边接收的啊，你现在呢占据以后反过来说啊，你们这个是你们的这块的土地呢，由你们来决定，来啊公投就决定了。那我们国际化根本违背了国际法，也违背了战争法。那在世界公理上是不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李登辉总统当过13年总统，阿扁总统当过8年，为什么还是流亡政府的体制？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做流亡的体制的选举也好，
参与他的啊政治也好，脱离不了他的法令的限制，他还设一个监察院啊来监督你是不是叛国。还有法院就是他们开的，这个大家都清楚啊。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因为美国已经在，我再重复一遍，就2009年的4月7号，已经啊，法院有这个判决了。行政单位哪一个单位敢违法？因为他们是三权分立，国务院也要遵循啊，司法院啊的判决的决定，所以很多人应用国会，应用啊关系，尽量要把633的案件赶快结束，都不要给台湾人知道说我们是不被承认的啊主权的国家啊。如果这样的话啦，被大家知道了以后啦，可能要选举的话啦，就不要选了嘛。你选的是大家所选的是什么？流亡政府的总统嘛，人家都不承认的。还有一点大家要认清楚啊，大家看看我们权利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哪一个社团哪一个单位我们还有国务院还有参议院还有司法院，人家说啊，你们也是一个社团，哪一个社团美国国务院叫我们去那边设立办事处，在华盛顿 DC 设办事处，那这样的就更清楚了。我们这个公民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经过啊美国的协助，我们同心有十几个人啊来拟定，写好了以后送美国，美国这样不对，再回来，先后改了两处，第三处才通过，可能有的都不清楚了，认为这个随便写一写，好像其他社团一样来骗啊一般的人，实际上的过程是蛮严肃的。我们也根据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那么发行台湾政府国民身份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申请，这个是什么？我们当时送去，我们所写的就是台湾公民身份证，美国改回来说台湾政府人民身份证，大家更清楚了，这些都是事实啊，这些都是事实，所以要大家认清，能够在这边受信的，大家都有这个啊，那个等于有这个福气了。
跟啊联合论述了接轨，未来要替台湾的人民啊做一些事啊，来奉献一些，要使台湾人民能够感受到啊，我们台湾啊，那么民政府啦是不一样的，一定把人民摆在第一个顺位啊，大家啊能够奉献自己有生之年的力量来完成，我想这个啊路程很近。前几期的啊我们的同心，他也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牧师，他告诉我说，因为他跟他的太太也一起来了受信，他告诉我说这个是神的主意啦啊，他啊就是告诉他说这个已经快啊很快了就会完成，他有生之年一定要做的更有意义的事，其他的有的人都很忙，因为大家都很能干，很多单位都会找你去，要把你的时间要把你的精力磨掉，你要把握了，要走的选择的啊，正当的啊，有机会的可以成功的路去走，那这样的话会更顺啊，这一点啊大家可能都在啊教会里面啊的工作，可能啊有的啊在商业界啊也有的一些成就的，那由你们来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我想很快就会达到。那么总归一句，我们好了，我们回到本题来。总归一句，我们现在啊跟啊大家啊所研讨的就是会计制度与内部控制啊，我们就是制度，会计是记账的啦啊，我们简单的讲这个制度啦啊，这个控制啦是在行政事务上必须有的，刘珊珊这个事件都没有，第一个违法，制度上的违法，因为制度都有法令根据，他根本不按照法令根据啊，有没有内部控制，一个处的初期的文书记录都是代表外交部的法令，那外交部次长去执行的时候啊，我们副部长去啊受立法院执行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他不知道，哎，还要回去啊查一查是不是啊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了啊这种啊情形。那好了，我们回到本题，以这个案例啦，就告诉大家了。无论推行事务跟啊做哪些事，一定要考虑到制度跟啊内部管控的问题啊。我们来看基本的概念啊，啊我会比较啊给大家相关的啊认为比较重要的，我会提一下哈。那我们现在啊来看什么叫做会计制度啊，大家可以看出来
一般他是依照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跟其他法人要求的啊制度下所制定的啊，这个团体机关啊都包含政府嘛，企业啊，把企业扩大也是成一个啊团体啊，不如还有一个政府单位啊，他内部的会计啊循环作业跟会计政策跟方法选择，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一个估计的处理。那大家就了解了，都有一个制度了，这些制度都是什么？跟法令。因为聘请一个外佣，你必须要写得很清楚啊，每个月多少钱，工作多少小时，有没有加班费哦啊，这些都要写得很清楚啊，也要根据法令的规定。我们现在啦，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受啦，我们外劳比照我们台湾的劳工的最低工资，我认为这个政策是保障中间啊，这个引进外劳这个啊服务单位的利益，这个就是啊立法院所设定出来的利益团体来剥削外劳的一种做法。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居民有基本工资，在比我们先进的国家新加坡有没有最低工资？外劳有没有最低工资制度？没有。那当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流亡政府自己国内所定的最低工资，你外交部就不遵守。那当然你们这个流亡政府就是你们自己所定的这些法令啊啊，这些都不遵守啊，当然是流亡政府的败北的地方啊。这个也就是他们的观念，就是说当官的要做什么都可以，法令是在限制人民啊，你们不要犯错啊啊，因为我一党独大啊，立法院是我们开的啦，我们要怎么修都修得好好的，碰到自己转弯了啊，碰到自己转弯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跟那个我还有查到这个资料了，他啊查到这个资料了，他说那个啊所谈到了，他说我们外聘单位了，外交部了啊，这样讲说外聘单位了，那么跟我们台湾的啊最低工资啊，它是脱钩的啦，啊，它不在啊，劳委会的官员强调，外交部聘用属于特例的范围。那你看啊，我们他这样劳委会自己定的最低工资，碰到这些问题都外交部雇佣属于特例的范围，很多事情他们定了，碰到他们了说没有事。大家思考啊，好了，我们可能啊
那当然很重要了，就是大家也要了解，未来可能我们的这些童星都有机会参与台湾民政府的一些工作也要先了解说会计政府的会计制度也要了解一下我们要来说明的我们是在政府的会计制度呢，是在协助作为政府的预算管理的工具在这个地方可能我们秘书长也有告诉各位，我们会将提高老人年金，会将台湾的学生完成他们的学业经费的一些补助，都会去做。那这些都会从省下来的国防经费，还有能够出资给美军的军事基地的收入，来作为补助或是帮助奖励这些台湾的人民。那这边所说的台湾人民那当然我们有分两种了，一个是本土台湾人，一个是居民。我们来申请的身份证的时候也分两种。那么这个由美国修正好了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就是告诉我们说，真正可以公民投票的啦，就是本土台湾人才能够公投决定台湾未来的命运，不能跟外来的人混在一起来投票。那我们这里面就可以了解了，政府的会计制度通常有一个预算制度要达到控制政府机关的各项的税入跟税出，来符合法令规章的限度来作为决策的参考。好了，那如果没有税入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我们真正要去做的，我们可以采用基金的方式来做采用基金的方式来做。好了，我们再来讲，一般现在要讲到会计来了。会计的一般公认原则啦，这我们把它归纳的十项的公认原则。那么我想，就是这个开支啦，一切的开支，好像一个单位的开支，全部要按照这个单位的开支我们超过多少的，都用这个费用来计算。还有继续经营永续经营货币单位有用新台币的哈，那或是用美元那么再来货币不变就是记在账上的，就记在账上了，不变的。那会计期间就一年1月1号到12月31号，那日本的会计年度是4月1号哦。那么再来重要性跟稳健性那当然这个看施政的状况。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个西楼大桥要建，没有钱怎么办？没有这个，当时候是没有这个税入，那用基金的方式向沙特阿拉伯贷款，
收过路费啊来偿还是可行的啊，用基金这个时候认为重要性的话了，那我们可以先建啊，把资金不能说啊编预算一直编到二十几年才有钱，那这样的话了，那效率上就不彰了。要做可以用基金的方式哦。那成本效益的考量也刚才啊我们有提到了，这些就是我在这边再提一下。观感不好了，最近有一个案子，两个晚上的演出花掉了2亿1500万，后来说哎，算一算说2亿3000万，那两天呢、我们说这个是百老汇的格调，百老汇还有卖票还有收益，人家一演都是半年一年以上的，所以说了我们这个叫做什么成本效益这个观念都没有啊。那我想啊，那个现金收付制度啊一般现在都不用了啦，现在都用以后了都要用权责发生制。什么叫做权责发生？简单的讲，今年的收入一定要归今年的收入来算，虽然钱没有收到我们也要算今年的啊，今年的负债也要算今年的负债，虽然我们还没有付钱，那我们也要算到今年，这个叫做权责在哪里发生就要归属啊那一年啊。会计政策啊跟这些啊我们都是因为会计政策了，就是也等于我们所说的基金的方式，我们认为必要我们要赶快来做啊，我们来设一个基金啊来达成这个任务啊，这个就是可以啊用这些啊来解决啊。现在再来啊谈到就是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啊，所以会计制度是一个啊理想跟标准啊，内部控制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啊，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内部控制了、是在杜绝机关单位的舞弊，那舞弊的类型呢、当然有财务报表的舞弊跟挪用或啊侵占资产的舞弊，那这些也要啊大家知道有这些。那我们啊这些呢就是刚啊介绍这些的比喻了，现在再来内部要来提内部啊控制啊。那么啊我们缺失啊内部啊内控缺失风险跟公司助理，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啊我们控啊缺失风险呢、我们认为是什么，那么啊诱因跟压力啊工作上的因素啦，机会不可以给啊有机会啊，就是要互相控制。那再来了，这个很重要了，这个就是什么态度跟合理化，态度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要主管的特别会公以前这样做现在也这样做，以为它是合理的，事实上是违法的。那么我们啊，那么塑化剂他说哎，我们疏忽了啊，在十几年前就告诉我们这么调制，所以我十几年就这样做
他认为这个也是啊，塑化剂也算是合理的。事实上这些都是违法的，他把它认为是合理。那我们再来，因为我们是晚五分钟上课嘛，那我也就是现在时间差不多啊到了，但是我也要晚五分钟下课，稍微啊，我们要来啊个案啊啊剖析跟讨论啊，现在就是要告诉说，台湾所发生的一些舞弊的案件，就是跟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做得不好的，提给大家了解一下。那个李立事务所他员工的舞弊案，因为有一个人操控，都没有内部控制，所以发生了什么这么大的弊案。那么30亿啊，李立事务所里面的啊一个啊等于是专员，全部都给他指导一个人啊，他违背了啊李立事务所跟啊那个新地公司啊来30亿了，那么判还啊。那么这个案子可以说在事啊律师事务所里面是一个很啊重大的弊案。那个比较小的弊案啊，最近啊也有发生，给秘书说偷领了多少，偷领了差不多啊啊6000万啊。这个案子大家去啊，我们不再，我们再来看博达案，这个也是用诈欺做假账的方法，那么掏空了70亿。大家看看，都是天大的数字，70亿，就这样啊来。那么这个博达案啊，那么再来啊，再来看第八案。第八案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也掏空他上市公司啊，那么就是啊，你看这几个上市公司，中华银行、利华票券，那么友联啊、产险，还有这些嘉实化，还有中国力霸、亚太固啊，这些啊掏空多少钱？一共啊总是啦2469亿。王佑珍跑去美国享受了啊，大家就会心里面，这些后来都是怎么样，全国人民买单啊。好了，那当然我们再来看美国有没有，美国也有啊啊，那个雷曼的啊，那么还有在雷曼之前啊，还有啊那个安龙事件，还有四通等等。那么但是他们的国会蛮重视的啊，国会啊就是众院啊跟参议院啊联合啊来订定这个叫做沙宾啊法案啊，沙宾法案。
那么这个只要啊加啊，它这个重点啊，加强管理当局的经营责任，一定要负连带无限的责任，还要判刑的都是25年啊，20年以上，他所赚的酬劳都要归还，这是蛮重的啊。那当然，这是美国。那么再来，内部控制的要求，那么审计委员会必须要有一位具备有啊财务背景的。慢慢，我们台湾也啊重视这些。那当然，这个也重视专业人才。那么再来，机关啊加以强制管理。那么最后啦，那么当然我们啊民政府成立以后啦，我们一定会建立一个啊正直啊高道德的标准的文化的这些啊官员。我们啊秘书长有在受信的时候可能有的没有提到了，贪污一定要怎么样枪毙，大家心里面要有数，你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责任义务一定要相对的，一定要做到人民感受。好，我今天报告就到这边啊，感谢大家，谢谢。